皇马残阵难暴风。原本开开心心，但皇马斗贝迪斯、莫迪力受伤，今日欧联四强首回合作合多蒙特上阵成疑，连埋呢班伤兵，皇马阵容都几残下。马斯鲁更加肯定缺阵添。皇马历来欧联作客德国24次输咗17次，就算德国孖宝奥斯尔同基迪拉坐镇，似乎都要挨打。何况今届分组赛两斗多蒙特，只系攞到1-1嘅劣绩，作客嗰场纽斯朗入波都照输啊！皇马咁多不利因素，仲要让波，今日多蒙特加1啦。